来来，站边上，先生闪开了，于指挥家来了吧？指挥家来了，来来来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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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马大姐呢？哎呦，这马大姐呢？哎呦，这就值票钱了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指挥家。是这样的啊，因为到这会儿了，咱们热闹闹的啊，虽然说是热热闹闹，我都看不见道了啊。一会儿待会儿你们该唱就唱，该做动作做动作啊，不要害臊也不要尴尬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我先打个样你们看看啊，就是比如说我要唱的时候你们配合啊，我唱几句，比如说咱们那个相声里面那个吊炉烧饼都知道吧，哎好，举个例子你配合啊，来啊，吊炉烧饼到，我问你了吗啊，看看看指挥棒，看指挥棒，又圆油炸的麻花脆又甜，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，煎饼大小你了看看，煎麦三天不为的把钱赚，所谓的是传名，我的名叫就这么奇迹，知道吗？谁叫詹姆斯？我后台出了詹姆斯了啊！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，就是大家配合一弄得齐一点啊。可以开始，指挥家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先起来，还给一块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犄角，我身后有尾巴，尾巴尾巴，谁也不知道，知道知道，我有多少秘密，我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我一时想不起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。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，你问燕子为啥来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。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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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爱你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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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聪明伶俐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。你问我要去到何方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。小城故事多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。星星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。哎呀太好了，
就在指挥家的带领下。行了，别捧了啊！都让您这指挥搅和乱了。你这指挥都是什么呀？我指挥是什么？指挥的都是什么？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哎，去！哎，开房子，开房子，抽他！哎，别动手！还没看出我是一个黑社会出来的指挥家吗？不是，别动手！这个胖子不会说话啊！这个胖子受到了惩罚。你们俩干嘛呢？不是胖子都得脱吗？谁告诉你的？穿上。于老师，哎，我看您这头套啊，有点，我已经爱您爱的都不行的了，要不我先摘了吧？摘了吧，实在是有点搅和啊！挺好啊！这个于老师在我们这儿其实有很多身份啊，有时候是个男的呀，有时候是个女的呀啊！其实我告诉你，行，刚才您跟胖子对的可不太瓷实、啊。谢谢各位吧，德云社有一个大实话，把它献给所有的朋友们啊！谢谢各位。是啊，你们也唱啊？不要啊，要什么呀？张云雷啊，来，好、哦、来，张云雷快来，是让张云雷戴上头套来指挥吗？让他唱一什么呀？侠义行啊，我自己唱没劲，我得拉两个人，好不好？九郎啊，孟鹤堂啊，来，孟鹤堂来，快来，你要唱什么？还有九郎呢？九郎，来，杨九郎，唱，我说唱，我不一定会啊。那就唱两句，唱几个高潮吧。还有高潮呢？我是一张白纸。恩师，哎，您也别跟他们凑了，你也不是小鲜肉，会伤着我吗？我是买肉的。那个，我给你打预防，对啊，别健一身。行了，我先唱一个。啊，行，先唱一个。那你先唱一个。我先唱一个啊。嗯。我唱一个那个，悟空，好不好？你乐什么你？瞧不起我？我要不要了？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就不告诉你。完事了，来啊！接着唱啊！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我要这变幻又如何？还是不安，还是低潮？金鼓当头，欲说还休，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。这么着，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准备，我就唱两句《风的季节》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给我打，就唱高潮那一点啊，福哥，我给他打 B box， 来吧，你张嘴就有，来，别来，你先张嘴，我别扣，该。猜呀猜，让这风吹，没过那毛的亮晶的眼泪。猜呀猜，让这风吹，爱上疼。
来是谁？又到档是不是？开到。我是一句都没听懂啊！这个方言歌曲你们这么爱是吧？还岳云鹏啊，来，岳来，岳云鹏，你老婆叫你呢，你们要听他唱一什么？我来了好几个，我也爱你们，谢谢。我会的太少了，关键张云雷唱完我更不敢唱了。没事，你给他们唱一不对的。催啊催！你先唱，你唱完让你谦大爷唱一个。好好好，听什么呀？我往事只能回忆。时光一是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还要谁？郭麒麟啊，来，郭麒麟过来，躲到后边了。刚才人家给你送蛋糕呢，今儿过生日啊。今儿我生兄弟过生。谁救谁呀、啊，哥哥？你想想，我兄弟过生日，人家观众给上的蛋糕都没唱生日歌。哎、生日，哎呦，蛋糕一会儿拿上，咱们得往台下扔了一会儿。哦、来来，把蛋糕请上来。太开心了，就可着前三排扔吧，好吗？哎，因为太远扔不着。后边的也有啊，我们让他们搬砖去了啊。来，搁桌子上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你嘿，你想想，哎，说好。这会儿就往这边扔就行。他比我可乐。嗯，来吧，儿子。嗯，来什么呀，爸爸？来什么？来吃蒸摘蛋糕吧啊！我也没想听他唱一什么，是吗？我也没准备。十八摸。那还没走呢，那大姐。嗯。你打架出来准是起完事出来的，我一定要听到十八摸啊！这不是要给我岳哥生孩子那个吗？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是吧？就是他啊！都是一个人，不是你说你、哎、嗯，来吧，来什么呀？来什么东西？你们点一个也好，好吗？北京啊？北什么呀？北京海淀。北京什么？听得太细致了。啊！哎呀。这个今天也来了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也知道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喜欢我啊，我也别不，您得看后面那些人，你知道吗？那大哥故意就这小子干嘛呢？不要打扰后面的观众睡觉啊！对对 对, 对、嗯，啊，我这说这么长时间，人都睡着了。嗯，小点声音。哎，对，我也行，也不知道我也说一什么。哎，行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嗯，啊，这么快就唱完了？对，哎，就这意思吧。哪儿？就是啊。我也没准备啊，这嗓子咱别露。别去啊！人家要听你唱北京，是北京北海淀哪儿来着唱？海淀，我海淀上的学啊、哦、啊！换那词儿不熟，那词儿张云雷记得熟。我张云雷过来，哎，咱别丢人现眼，咱换啊，换人猜你猜我干嘛？我没猜你。咱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哎，咱平时那个去这 KTV， 咱哥俩老爱唱什么来着？唱什么来着？我们。Oh my love， 哎呦，这咱们结婚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。谢谢谢谢谢谢各位。有爱吃烧饼的，你们也是不开眼，就我这嗓子，你们要听什么？听什么？我给你们唱一个。那我们让于谦老师唱一个吧，好吗？哎、对对。来，于老师，来，我就别唱了。您瞧，常常演出到这环节唱，今天我们这都能唱的都在后头呢，我今儿就别唱。您瞧，他们饶不了您啊。好吧，让这些孩子们多唱。谁？张国伦啊？哎、对，啊，陶阳也行，来，陶阳，陶阳，快来来，陶阳，好，他叫陶阳，
艺名叫陶云寿，啊，这个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干儿子，当年赫赫有名的京剧神童，这么点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也说相声，也唱京剧。为了他，我们单独还成了一个麒麟剧社，这是我们京剧的主演，京剧、相声两门报啊。这个给大伙儿唱一个什么吧，好吗？未央宫啊，未央宫太长了，都是青竹，唱完了都腊月二十九了。唱一个党亮吧。行行，来吧来吧来吧，过生日了。过生日就玩我，一人唱两句还唱，是怎么都行，一块唱吧，要不然啊，来，咱们起个调，什么嗨 C 吗？咱们对啊，来，听，跟着角儿走。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与色。等会儿，俩人从上，俩人从来，这稍微得低点味儿浓一些啊。哎，好，爸爸您说的。空泪旷矣，贼泪旷，悔不该辕门来发笑。味道还真足。行了，有事就听，别听指挥瞎说啊。好，嗯。我还是三二一嘛，三二一指挥棒，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与子把香儿烧，关公犯罪刘备也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，小小回音速去报，就说老爷放了国交，七星剑把头照，一腔热血染正跑，好汉英雄辜负了，汗马功劳一旦抛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好，留下了美名在万古飘。就不告诉你，张鹤伦呐，来，张鹤伦来，有你的一个观众喜欢你，你这钱不能白花啊！不是，今天都是小鲜肉专场，小鲜肉专场。现在像咱们这，像咱们这肉松还要唱吗？你滚蛋啊！快点，唱个什么呀？你给我站好了，像个人似的。十八摸，你看这个角落，这除了十八摸，说不出别的来。下回在这儿给他们来个文章，是吧？让他们在里面为所欲为。我的小狼哎，哎，叫我做什么？我只能让你看来。你住口吧，你住口吧，住口吧，给大伙唱两句吧。唱什么呀？啊，你喜欢，让他唱一什么？空城计呀。空城计，这不能唱。不能唱哦，你肯定在里边诋毁我的台词。哦，行。你们说着我都没听过啊，就算他唱完了，好吧？啊，谢谢。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嗯。你们要求怎么那么高啊？烧饼，烧饼，你还都回家了？烧饼，你要听我的，你端着这个蛋糕跟他们拼了。我早想这么干了，我跟你说。行了，快回来吧，烧饼，快回来吧。我都播出去，明天演出服装我都换了，我跟你说。好吧，于老师哪儿去了啊？谢谢吧，谢谢各位啊。我刚才跟他们后边说呀，我说嗨，永远是有牲口好干活啊，你听。谢谢吧啊，我给你们唱个叫小帆吧，好吗？公之道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过
谢谢各位吧，啊，来都往前站，后边也往前站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德云社那大实话终于到时候了啊！有会唱的，大伙儿咱们你们都听着就行啊，嗯。说天亲，天也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啊。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算亲，地上万物似黄金呐、啊。将军战马金活在，野草鲜花盼的谁人？要说亲，观众们亲。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、啊，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：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。我劝诸位，酒色财气君那莫沾，吃喝嫖赌也莫沾那身。没事儿呢，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。抱拳拱手，尊列位，愿众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。下面这个演出板块啊，很特别，是后台诸多位老师演员们精心为您准备的。这个板块的环节叫唱大戏。各位您都知道，在传统的曲艺保护当中呢，戏曲占有非常大的比重。戏曲的种类呢又是非常的多，南昆北艺，东柳西梆。那么今天呢，后台的诸位老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连唱。那么有好多的观众会质疑我们说，你们相声演员在台上唱的京剧算不算是学唱？其实在别的团队啊，可能都算是学唱，但是德云社藏龙卧虎，有很多演员呢拥有双重的身份，既是专业的相声演员，也是专业的京剧演员。比如说下面呢，我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属于是我们的同龄人，他今年年龄不大，1997年生人，在北京呢拥有自己的班社，叫做麒麟剧社啊。他靠京剧登上过春晚的舞台。下面呢，掌声有请陶阳老师带来《追韩信》。金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，福报在朝纲也是我知，洪福光一路上得与鲁谷李生与张良，一路上秋毫无犯君威主王，我也曾约法定过三章，降与不遵，怀王约反相我之边韩王，今日里笑火上殿见良将，但愿得
言听计从，重振着韩家帮，我们一同回故乡。料袍断了带，我把金殿上。扬尘舞蹈剑带舞王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我唱完了，大家不过瘾没关系，下面请我的郭爸郭老师给大家演唱。谢谢啊。刚才是陶阳，这个陶阳从小就唱戏，那会儿叫京剧神童，当年才这么高，现在长大了这么高了啊。我这个唱戏呢，我从1988年89年就唱戏，那会儿说相声实在是不挣钱，我得活着呀。那会儿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这三种班社我都搭，就是人家这个村儿要什么戏，我就给人唱什么戏，干了这么4-5年啊，反正。那会儿来说好多老前辈老先生还都在啊，这是一个海绵吸水的过程，学了好多年戏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有人跟我聊天说你唱戏算是专业算是业余了呢，我觉得这个问题一下就问住了我了。你要说我是专业的吧，我也没在那个国营专业团待过，我要说业余的吧，我天天指着这个吃，每天都唱，唱了5年啊。后来想了想，我说我可能算是个职业的唱戏的啊。后来呢又说相声又干嘛，一晃这么多年，但是呢在心里边对我们的戏曲还是有感情的。另外我唱的戏呢竟是这个冷戏，就是不多见的戏，因为那会儿啊我们叫跑连外啊，跑连外就是不像您想象中的什么大剧场如何如何，哪儿都干，所以说到当地人家村里边人家县里边想看什么戏就得唱，这个是最要演员的能力了。所以说这些老戏冷戏还会一大批，今天给大伙儿唱一段传统京剧《刘公案》的一个片段。这个刘公案呢就是刘墉。为什么说过去爱唱这个戏呢？不管是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还是豫剧，这个刘墉的戏是卖钱的戏。我们比如说到河北省某个县去应人演出，一般来说比如15天10天，这一个台口唱一个刘公案，这叫连台本戏，每天一折的故事，整个这么唱起来就跟有扣子似的，像电视剧一样能把观众勾住了啊！这过去写台口是这么写的，现在这个也很少有人唱啊。我今天唱一段刘公案的片段，唱一个刘墉下山东的西皮慢流水，谢谢各位啊，来。阵地进大队人马下山东，坐置在八台用木来观阵，心问口口问心，暗自叮咛，我的父在朝我也观阵，三朝元老报大亲，长兄山的东所知府，二兄太原为总兵，那时节刘墉官职勋，5万平县内官民亲，早堂谢庄早堂神，五堂结庄神文清，到得五晚来接下五头庄高兵红坛，神文的天的命，二位兄长辈兼泽海，五朝门外葬残身，坦得六门干
才是的忠良无下场，惊动国母杨老公，金口玉言来封赠他封我铁镶金锁，与儿殿下三口铜铡，在朝中上殿东门文武举，日庙流是鬼神的经，开刀县铡为驸马，沧州城内神红巾，西凉国遭了反，金宝官司的特区请在那后花园，鬼托梦才知道国舅杨张七军王上海中清，铜铡铡了杨国舅，免得两国起战争，四川铡了吴兵部，湖广杀了蔡宗兵，下南京连断十三案，沈太子豁出了性命，我打闹了永和宫，小当竭力忠心奉，压定了满朝的文武，大小官员，皇亲国戚，百子百乐，亡命之徒，人人人的胆的战兢，催动了八抬，你们开刀往前冲。为国家，哪怕那暴雨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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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什么能耐，就是有膀子力气啊。这个我也没想到，今儿节目安排也多也大了哈。那个这么老晚，大伙儿都没走哈。这样吧，让张云雷给你们唱一个好不好？我看透你们了啊！来，张云雷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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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嗯。呀啊！这样啊，我把郭麒麟请上来。大林，来。这唱戏的活叫我干嘛呀？这不节目单上写的吗？啊，不唱不行啊！我也没想到，因为什么呀？这个一开始啊，九零先说，对，说我们这儿演员好多都有双重身份，嗯，既能说相声也能唱戏，说的是前面那两位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兄弟陶阳还有我父亲郭老师，他们俩人既唱戏又能说相声，但我们哥俩这方面还真不行。对啊，我们俩除了相声演员，另外一重身份呢，我是影视演员，他是歌手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我们俩人唱戏吧，其实算玩票，你知道吧？让您听，主要是让您听个乐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，其实哎，我这么说，我是谦虚，我不好替你谦虚，因为您唱的比我好。别，你唱的比我好，你唱的比我好啊？是吗？啊，这句记下来，这句吧。没有没有，什么呀？因为我反正我个人啊，是一个业余的票友爱好者，你看，都票友爱好者了，对，次的不能再次。我唱，各位就听个响得了，要有什么荒腔走板、冒调什么，大伙儿多多的原谅。对，感谢大家。因为这个，
我们俩接下来要唱的这段是刚才在后台我俩对的，可能一会儿会有个崩瓜掉字会垮掉，肯定会，哦，肯定会。那来吧，来，老师，来。苏龙为虎为美人王丞相，是我的指婚人呢。提起了旁人，我不笑。苏龙为虎是内亲，你我同把相扶，今三人对名，一同说分明。他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定牙关，他就不认那臣。不服在朝为官，还那服下金银，对日善的本领算来该多少？命人送到那西凉川，西凉川四十担把斩，为君的要人，我就不要了钱。我今相扶对赴宴，家人小子有万千，既让你带到官衙内打板子，上家棍丢难牢，坐监金官叫你死，钱容易这退后难。大嫂不必巧言辩，为君哪怕到官前，衙里衙外我打点，官叫大嫂你是段玉簪。今夜休要发狂癫，七怒有日七聊天，西凉的大字将你斩，妻儿老小与奴一般。好一个贞洁王宝钏，过半调戏也枉然。腰中取吃了银一锭，将银房宰了地平川，这锭银子三两三，送与大嫂做样脸，卖绫罗做衣衫，大首饰只簪换做一对少年的夫妻，我们过几年呢？这锭银子我不要与你娘做一副安家钱，卖绫罗做衣衫，卖柏枝琥珀饭，大首饰做妆奁，罗得个小子的名儿在那天下传。是烈女不该出绣房，引火来在大道啊旁，为君旗下不良意呀。来来上马，一马双跨到西凉啊！下面请您欣赏八马褂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、郭德纲。谢谢各位朋友，哎，回到家乡演出啊，打心眼里边高兴痛快，尤其是看到这么多亲爱的父老乡亲，是在跟郭先生搭档，您客气啊，那离太远看不见了反正我们都不错，嗯，心里头啊特别的激动，嗯，不瞒您各位，内心都佛疼了，是吧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这个等疼啊，都疼疼了，哎，是吧？沸腾沸腾，哎哎啊，对，内心都沸腾了啊！您别笑话我啊，我这个人呢不会组织语言，不像刚才那二位大学毕业，是吧？咱跟人比不了，嗯，小学生的水平。你客气了 啊！那郭德纲先生不用我过多介绍了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朋友们对郭先生都很熟识。这跟电灯电话有什么关系啊？屋里有电灯，大伙儿举着电话哦，啊，对您进行一个最后的留影。什么叫最后的留影啊？不，今天最后一个节目了啊！今天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大家熟悉郭老师啊，说学逗唱都比较全面。哎呦，既然咱回到家乡了呢，怎么样？净说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哦，咱呢别开生面。您打算？刚才不有那个唱京剧的吗？是是，我也给您唱一回。哦，我给您唱一回什么呢？啊，我一提大伙就欢迎啊，《太平歌词》。哎，你看看，
竟然真是有好几个观众在响应啊！哎，有鼓掌的。嗯嗯嗯嗯。太平歌词，我跟您说啊，嗯，濒临失传了，濒临失传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没有人会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嗯，这个我跟您说两句啊。他要唱太平歌词，我听他介绍了，是吧？啊，您不知道他，我还不知道他呢。不是，他怎么了？我跟他合作得有十来年了。那是得有了。他那个破锣嗓子，我太了解了。这没有破锣好听啊。他左嗓子呀，就是他的嗓子是不行的、啊，嗓子不行啊，是他本身不行啊。是。但是太平歌词呢？他会的数量也不行。哦，这都不行。那不行，他多说太平的歌词三对儿。啊？三对儿？不能吧？太能了。你们是不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个不和谐的地方？不光是合作的时候，台下也不和谐，就快撕巴起来了。那你们不能大庭广众说这种话。我们不能骗观众啊。哦，他就会三段。那你，我不敢相信你的话啊。你看，你看，真的有什么说什么。老高来这么些年了，他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胸毛还有腿毛呢，真的。你都看见过是怎么？他有点反祖啊啊。高老师啊，哎，您先生，听说您要唱太平歌词了。我自己宣传的，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，也是必修课啊。您给大伙儿唱唱，我们来欣赏一下。您给鉴别鉴别。好 啊， 啊，太平歌词啊、嗯，这个俗透那个段子我还不唱。哼，我唱的都是比较偏门一点的。你听听，那也三段。哦哦，如果您要是不会的话呢，嗯、希望您不要自杀。我怎么这么大气性了、啊、我？我怕您想不开。我想想。那我可准备开始唱了。太好。好、嗯、啊，我那个乐队也没来。哎呦，这、乐队没来，我就自己唱了。那好好好啊，太好了。您准不会啊？你看我很期待。就是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听这个啊，来吧。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。老刁，臣老刁，老高，老高刁，老还大老刁呢是吧？汉高祖有道坐江山。对对对，您这头一句没唱完啊，我徒弟就接上来了。他那属于是回音，有这么大的混响吗？啊啊！韩信算卦，哟，这段您听过？就这个门口，一分钱听七段、啊。我要听一段多少钱呢？那看你的饭量。哦，这不是正式的唱，这叫热身，溜溜嗓子。好人知道吗？没正经唱，这是白饶的啊、哦！是是是，哎、哦哦，还剩两段，再来一段。你这孩子有，你还好，再来点不会。你看咱们正经开始了，换正式这段啊。好，注意听着，我很期待啊。注意啊，哎，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啊，弑父老道权力，老道公，你才老道呢，嗯、可以了啊。又怎么了？这段，这。他又会了，我问你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你说就说出来，没事，不丢人。秦琼观阵。对啊，秦琼观阵的。有两下子，这爷俩一合手。不是，这有什么一合手？我回到家乡了，当着各位朋友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打真根里都特别高兴。您哎呀呀，您给我来个字儿。这什么打真根里边？谁听懂这路话呀？啊，这不天津话吗？啊，废话啊！你怎么回事、啊？您要真唱，您得来那个没有的。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啊！那您还客气什么呀？对不对？您明天后天还两场演出。哎呀，高老师，您这么大锅子盖，哎呀，当堂不让父，来吧。父，您别瞎比划，当堂不让步。啊，是举手不留情，得嘞。啊，今天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来我那压箱底儿的，你看看。我就不相信这个节目你也会。这句相信说明你是河北省来的。昨天，天津过去属于河北省。那是那昨天的事儿。我连夜整理出来的。呵呵呵，我连夜找那个老唱片。哦，连夜整理出来。哎呀，出唱片也疯了，录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嘿，你都没听过啊啊！注意听这个啊。这是你说的最后一段，是真的吗？您看着。哎，注意听着、啊。来，高老板。那一字儿写出来，一家房梁啊；二字儿写出来，上短下横长；三字儿写出来，横着瞧，串字儿模样。行。师傅，您一叫唤，天都亮了。什么叫叫唤？
那唱片好像就是你录的。不能啊，识字令，人家过去录唱片是为了挣钱，谁录这个破玩意儿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识字令不是您咱别玩笑啊，刚才栾云平说了，说您就会三段，我还一劲儿给你褶着说，没用、啊、到现在那不得一段一段唱啊，这刚第三段能说我会三段吗？对不对？我要告诉我这个人缘都回到你的身上了。不是，人家这还有拿手的啊？不可能了，老高，您来正经的，来正经的呀！啊，今儿我会30段、300段，今儿我不唱了。呵呵呵呵，太可气了，你们。不是，我没说别的。哦，唱一个接一个，唱一个接一个，好容易回到天津演一趟，我这天津大礼堂，我10多年我没到这演来了。那你就是没演过 啊？没演过。各位亲爱的友友，你原来演那个，你演演，您说这都没用的话呀！就是，眼睁您唱的这个我们知道，给我来难堪，没有，给我来难堪，我这脸面，你说你说往哪搁？你踢我干嘛你啊？啊，我这蹄儿啊、哦，像话吗？完了，不你，我算看透你们了。不是，哎，多日子不见面了，哎、回到家乡演出，哎、没两分钟打起来了。老高，给我来个字儿，这叫没两分钟，哎、这叫没两分钟。啊、行了行 ，OK， 行，干嘛？你别生气，有话好说，你说不了，这年过的这无法沟通。原来我打算今年过完年呢，等于我就叠了，就完了。没想到你们给我加速了一下，早叠了。哎，啊、哦，完了，打今儿开始，朋友们，你把手机准备好了。哎呦，要坏，你别，你把抖音准备好了。不要煽动自媒体了，咱们够热闹的了啊！直播啊，咱、哎、我们也直播、啊，没拦着，一直在直播呢，在直播呢啊！即日起怎么样？高某人退出德云社，谢谢。朋友们，这是观众的福气。高某人不是什么话，这你看，即日起退出德云社，哎，太好了，加入民主剧场的演出。我以后就不来了，朋友们。哎，您贵姓是冯是吧？不重要，咱就不见面了啊。打这儿不来了，你惹的祸，你劝劝吧。不是，怎么这么这么请？这么大脾气，这哪说理去？你看这么一看都谢顶了，你看了吗？打后边看秃子厉害，你要再不拦着他，哎，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走了，我退出德云社，这都录下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反悔也没戏了。你怎么？你又失禁了？是怎么着？什么？怎么又找节骨眼又下去？不是，我得想走了，不是找节骨眼，演完了，演这我节目我演完了。你够点了吧？就演完了。你们俩演吧，前面大了，你们演吧。不是，你先等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那是走啊。你是真走啊，还是跟我们这儿逗着玩呢？你看这意思像逗着玩吗？像逗着玩吗？你对不对啊？不是，有这么逗着玩？走了就不来了，知道吗？退出德云社，还要说几遍呢？不是，至于不至于？至于，台上这么窝人，当面跟来对面撅，好看吗？那个，拿你当双截棍了。你把我搁这儿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不是诚心搁，你就这能耐。什么就这能耐？第三段你假装说我不会，不就完了吗？我能假装，他假装了吗？行，你们爷俩就这样啊，你们就这么长。就这么长，不是、啊、真走了，真还真的等2年呢，落实了，落实，还回来不回来了？走还回来，不来了，打这儿开始永远不见你们。哎呦，我先谢谢您，断道，谢谢您，断道了，真是这咱两高兴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行，走可以啊？可以，你老拦我。你把这个给我脱了。哎，你把这个给我，你干嘛你？我脱。干嘛？哎，别哎，干嘛你？给我脱。哎，你给我脱了。不是，哎，别真走，哎，不是，你给我脱了。干嘛你？你给我脱了！你要里头那叫外头这个？你怎么回事？我要外边这个，里边这我想有味儿。不给你，你干嘛？就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行，你脱了，我别把你脱了，都脱了。哎呀，撒泼来了，跑这儿！你给我徒弟搀起来吧，他身体不行。你自己能起来吗？你给我脱了！快起来吧！我给你脱了是。快起来啊，让我给他脱了。不是，有话好说，你们俩这是怎么着？你归位，归位。那哎，别着急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们这演员就这素质啊？是我们演员就这素质啊？那个，哪个还不如你了啊？哎，对呀、啊。他走就走吧，咱也不差这一个半个的，真的啊！哎呦，我就快气坏，你看，他们还气坏了啊！你带的是塑像的吗？行了，你先说吧，怎么着啊？他穿那东西叫马褂，对吧？就这个哈。哎呦，直喘啊！对，这点钱太难挣啊！可说是，他穿那马褂我的，你看他穿的不合适，跟内衣似的。我打刚才我还纳闷，这蓝袖口出来这么长，这是啊？
就兴这个你不懂，没听说过啊，你一看就是兴的啊，传死我了。因为马褂的这得跟外边一齐才行，您这个就是脚脚不就行？等会儿，哎，人家说了，我得问问你，您问这马褂谁的？走了，打这开始走了。这干嘛不让进？走是肯定得走啊，得走啊。马褂是谁的？您问这个？对，这个我穿着呢啊，是你穿着呢，我穿着呢。狗穿着我就不问了，狗穿着你，狗穿着也得问，也得问。废话，废话，什么意思？这衣服是谁的？这人呢，说话聊天啊，他就不讲道理。他夸我呢，我穿着一件衣裳，你过来问我是谁的，这都不像话。这怎么不像话呢？怎么不像？你大街上走着一先生，你过去了，先生，你穿这西服是谁的呀？我凭什么呀？对呀，你凭什么呀？是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不干了，走之前得问问呐。我非得问，多新鲜！这是谁的？你就问这个。对，这马褂，那孙子的。你这一下把我辈儿也拉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完，你们爷儿俩，你们爷儿俩知道吗？那你们也爷儿俩啊？别，啊，这个马褂是他的，是他的，给他。嘿，你说多轻松啊，是他的，给他。就是，给他不能给他，不是凭什么不能？凭什么？对了，这当时给他，他要是撕了怎么办？你管着管不着啊？人家的衣裳啊，凭什么不给人家？那我也不能给他。这个我不是从他手里借出来的，你从谁手里借出来的东西也是人家的呀？那不行，你这都不知道，你跟人瞎掺和。我们这里头有故事，这里有事儿。这个我是从他母亲手里借出来的，他们老太太啊啊，你不挺熟的吗？我知道，对不对啊？那天呢，嗨，别提了，我在家里头接着一电话，说是德云逗笑社呀，第四季呀要开始筹备了，是吧？你这个消息啊，有点超前了，对，第三季还没拍呢，那提前呢，有点准备啊，打算让我呀，当这个主要演员，完了，没收率了，主要演员，人是要求什么呢？穿这种啊大褂套马褂的形式参加，大褂咱家有啊，对，马褂咱没有，你说因为这个啊，把这事儿驳了，让人家栏目组也下不来台，哦，是，是不是啊？我一想啊，就那小子，他家里有，别废话。他家里有，我说去借一个吧，做一个不值当的，是不是？去借，到那儿啪啪这么一打门呢，他母亲出来了，我说嫂子，咱们这个云平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，对，就是让他说，云平在家吗？哎呦，还提呢，好家伙，这个你妈多大岁数了？我妈要孩子晚，有点太晚了，这个出去都不回来呀，出去玩去了。你找他什么事儿啊？问问吧。我说那个大嫂子，他不在家。那个对了，我想起他有那个马褂，能不能借我一身穿一穿呢？哎呦，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嗨，我们这不是逗笑社吗？特意邀请我参加，得穿这么一件衣裳。我知道他有，借我一个行不行？哎呦，行，那衣服有的是，等着我给你拿去。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一件，就是这个。那就这件，哎，挺合适的，这个就是这个，给你拿着穿去吧。我说谢谢您，我刚要走呗，我叫住了，等会儿先别走啊，我呀嘱咐你点事情。你跟这个云平啊经常在一块儿吗？我说我们一年能见上几回，那就行了。这叫什么合作伙伴这是啊？一回就好几个月哦，那就行了。云平这个人呐，在外头说话是云山雾罩啊，招三不招两啊，有的时候一来跟朋友聊天就让人问住，他经常让人给搁那儿。你跟他说话呢，聊天的时候呢，你有学问，再遇上有他回答的不像话的时候呢，你往圆满处给他解答解答，你给他圆滑一点，你给他兜着点，别让他栽跟头现眼啊。算我呀，托付你了，行不行啊？这马褂穿走吧。哦，明白吗？哦，穿他这马褂不白穿，明白了，对他有好处啊。你要这么一说呢，这我们就听懂了，省得他栽跟头。这个，你母亲呢说你说话有问题，96了，要孩子太晚了，要早结婚呢，民国时候就有你了。是，我也一直催的。说你说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云山雾罩，经常让人家问住了回来就难看，所以托付他逢这个事儿的时候给你往源泉处说，要从这个角度出发，马褂不白穿。什么就不白穿？你问问他刚这么说的呀。是云山，你跟他，你问他去，你问。哎，嗯，你还走不走了？不走可以。
那咱聊聊吧。聊哪方面啊？就是你最不爱聊那方面。哦，演出费。这多得还我。什么呀？这马褂。这个，嗨，这你又不着急穿，对吧？过些日子再说吧。逗笑社第四季是2028年。你这甭废话啊！这多得还我，得有日子。这个对，穿些日子。多少日子？八月节。八月节？八月十五我给你送去，行吗？没听说。够意思吧？不行。嗯，现在刚二月份。对呀、啊。三天。三天日子太短了，三天那才礼拜几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个什么吧，五一吧，五一给你送去。五一？五一？不，五一你穿着该热了。我不嫌热，逗笑社我得排练。不，一礼拜，最后死口了。一礼拜不行，一礼拜日子太短。一礼拜你今天礼拜几啊？礼拜二。今儿礼拜二，一礼拜不还是礼拜二吗？那没动会儿啊。这不废话吗？这吗？不行，咱呢那什么，妇女节我给你送去。三八妇女节。不行，那天我正过节呢。你正过节？对，我给你当礼物。你甭吧，一礼拜，下礼拜二啊。十天，我踹你了啊！十天，一礼拜，你别真踹呀、啊！十天，真送吗？十天，行吧？行，十天。今天14号，明天14号，再到14号，行不行？你怎么算的十天？那是十天吗？那个十天呢？别，24号啊！24号，给我送去。24号行，晚点，夜里3点给送去。夜里3点是25号。夜里，那你说几点？有夜里3点接马褂的吗？你说几点？早起9点。起不来。下午6点给送你。6点进我们家，你又吃一顿是吧？对，什么对？6点不行啊。上午10点吧。10点不行，中午12点吧。你还是吃我一顿啊？12点。不，10点半。11:40。11点。11:20。11:10。11:14。行。你们俩太没劲了，我告诉你啊！11:13，行，可以了。我找大师算了。行，好家伙，13:14的吧？嗯，行，挺好。行，他也不走了，不走吧？哎，待，待着吧，德云社演着吧啊！是啊，这不挺好吗？是吗？哎，他刚才说我什么云山雾罩？这说话没谱。您是觉得可能吗？这，我是咱们单位，我不敢说什么领导啊，嗯，人家评选什么副总，嗯。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？啊，总队长能云山雾罩吗？嗯嗯，都知道我是您爱徒。对，您确实挺喜欢我的。是，您最爱的一徒弟能是云山雾罩吗？对，咱们姐儿俩多少年交情，这就来了，这就。你不叫栾云平，你叫栾云山吧？啊，云山要雾罩了。就是咱们怎么拎咱爷儿俩？爷儿俩，咱爷儿俩那么些年了。对，您能不了解我吗？是，说话云一板一眼。嗯。一个兔米一个丁，从来不说谎话。说我呀，嗯，而且我跟您说，他那马褂穿着那样，我不在乎这马褂啊，这有的是。是啊，同样料子，嗯，同样颜色的，这一件同样的啊，嗯，就这个款式吧，我有12件。哦，这每个月换一件。对，粉的、绿的，什么花色我都有。哎呀，你都垮死我了啊！我就喜欢做个粉马褂啊！我就喜欢这个服饰。哇，这个他独特的审美。我所以他穿着就穿着，穿吧，没所谓。是的，但是我就怕他不还，我凑不了那12个。哦，您明白这意思吧？明白了，穿就穿。嗯，我最喜欢这个传统。嗯，爱这个。我最喜欢传统。嗯，你看我这节目也是新节目，咱不行，短板。嗯，咱闭塞，喜欢马褂，喜欢大褂。出门。你现在那豪车呀什么的，我也坐不得。不爱，我就喜欢，要不然坐个轿子呀，老范儿啊。出门骑个马呀，我就喜欢这个出行骑马，骑马挺，为什么叫马路啊？对不对？人家就给马走的呀。我从那个新西兰，知道这地儿吧？你怎么喝了又？哎、喝。从新西兰，你说吧，你开心就好。买了这么一匹纯黑色的大白马，你给我住口！纯黑色的大白马，对，这就跟那个纯金的小铜佛、黑白大彩电，这不都一回事吗？不，纯黑色大白马，大
白马怎么纯黑色呀？不是，原来它是白马，我给上的漆呀、啊。哦，这个有点浪风抽的了。因为，不，我涂什么许的呀？我怕它冷啊。我喜欢这个，纯黑色大白马，刷上漆就暖和了。对对对，我就出门，我不打车，我也不什么滴滴，我都不，我就骑着这匹马。哇、哦，这好家伙啊、哦！但是吧，怎样？我跟说不爱聊这事儿。为什么呢？真是，不挺高兴的吗？还没出正月，我不爱聊这事儿。啊、哦，是是。哎，好，这话手绢，好家伙、啊！哎，这有年头没见了这个。嗯，就这么挺好的一匹马，怎么样？上礼拜啊，掉茶碗里边淹死了。哎，可以了啊，可以，可以了啊。栾云平，哎呀，这刚说完，这还在正月里边，你跟这嚎什么呀啊？我心疼啊。你先别心疼了，这母子连心呢。你等会儿还好，自个儿的骨血这是啊。嗯，这个我是可能没听清楚啊。嗯，您打新西兰买一个黑的大白马，大白马啊，纯黑色。这听明白了。大白马掉在茶碗里边淹死了。对对，当时那马还叫唤呢。不是，你不叫，这不可能的事。怎么不可能、啊、你喝了吧？谁呀？马喝了。马喝是这个事儿，它不可能。真的？真的吗？有人知道。谁呀？他。他。高老师，你要拜师吗？没我也是太闲得慌了啊。您喊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有个事儿啊，我跟您念叨念叨啊。啊啊，有一个人呐、啊、挺有钱哦，他去了趟新西兰，好地方，买了一匹大白马。你挺正常的，这个大白马纯黑色。纯？嗯，你是浪风抽的。你大白马、哎、我问你，这句话是不是在家你爸爸说过？我爸爸经常那个说我浪风抽的、对对对，他是这样的啊，他是因为这个刷的黑漆哦，保暖漆，那你就解决了保暖漆啊，那不挺好？这个但是这个马呢，上个礼拜掉到茶碗里边淹死了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哎。没睡醒呢，是不是？拿起嘴就说呀，不可能吧？哪有这个事儿啊、哎？各位父老乡亲都是有文化的，你先等会儿再拖。他这事儿他是不合理的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不24号吗？不是24号，这纯黑色大白马，大白马呀，掉茶碗里淹死了。这事儿你不知道？哦，这个事儿是他说、没有。有，太棒了，就爱跟着科学家打交道，是不是？您说，您给解释一下吧。他当然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您刚才不解释得很清楚吗？我哪解释了？他是因为刷了黑油漆呀、啊，所以大白马变黑了。它不挨着呀，您不问这个吗？黑油漆是解决了为什么是黑颜色。您问的是？我问的是为什么掉在这个茶碗里边死的。哦，嗨，您把问题说明白了我啊。这个您的意思，这么大的一个大白黑色马，哎，它为什么掉在茶碗里边能淹死了？怎么回事呢？你说呢？你问我呀？我不是您知道吗？啊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当然我得告诉你。好极了。哎，我要是不告诉你呢，嗯，你永远不知道。错不了。哎呵，他这个人呢，别看这么大岁数了啊，嗯，老有一颗童心。嗯，对什么事都好奇。哎，这个就值得学习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个为什么大马能掉茶碗里边淹死呢？您给说说。他这个事儿我一告诉你，你就知道了。对，不说不知道。那是。这叫话不说不知，目不转不透。哦，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。错不了。有的朋友说我不同意，哎，说这个砂锅呀不如铁锅结实，是吗？各位朋友您错了，这个砂锅这个东西啊，只要是你保护的好，只要不摔它，它就没事。嗯嗯，铁锅不去哦，铁锅是铁的呀，对，铁的它不响啊，质地不一样。铁锅里边要是有水分沾上空气，容易发生吸氧腐蚀，哦，最终生成三氧化二铁。是是是，铁的相对原子量是56，俩铁是112，氧是16，仨铁48，加一块是160。我问这干嘛呀我？不是，就是砂锅。我连初二都没上去了，你跟我说这，我听得懂啊？我马上就到了。我懂这个，我还说相声去。我你再多上一年，这就都接触到了啊？是是是 是，没问您这个。就是说砂锅要不砸它，永远都不漏。那当然啊，砂锅不打，一辈子不漏，明白了吗？我可能刚才拦你拦早了，不要紧啊，活嘛。没问这砂锅，您问的是马掉茶碗里边怎么回事？
哦，调查碗里头。嗯，哦，这事儿我得给你好好说说。嗯，这个不是现在的事儿啊，头些日子啊，是头些日子。对于现在来讲呢，那叫过去完成时。嗯，对吧？就是过去啊，过去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从前，从前呢就是过去。嗯，过去就是从前，从前过去，过去从前，无需乎？否则然而，问题它是当然了。啊、常言说的却好啊，它是奇变偶不变呐，符号看象限，是不是？它在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来说吧，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咱得把它掰开揉碎喽，把它拿过来之后，仔细这么一分析，这么一考量，我这个意思大概齐的，您也明白了吧？哎、我糊涂了，我。您说了半天没有一句有用的呀，我说这么些关联词您还没关联一块儿，全是废话，还不明白？那是啊。哎呦，干脆不绕脖子了啊，今天也挺晚的了，各位朋友也是兴趣盎然，是是 是吧、啊、我就直接告诉你，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您受累吧。说这个马为什么能掉茶碗里头淹死呢？为什么呢？它为什么呢？它这个茶碗呢，它是一个大茶碗，明白吗？您这个话说的呀，哎，又响又不臭。哦，我放屁呢，是吧？话可不是，大茶碗像话吗？大茶碗也没有太大的，多新鲜呢，对吧？比茶碗大的那就是盆了，是是不是、啊？那马蹄子也就才刚能下，还淹不死啊。那要比盆大的呢？那叫那就是水缸。哎，水缸那马反正噎咕噎咕，它也下不去。噎咕噎咕像话吗？哎，比那个水缸大的呢？那是就是澡堂子那池子了。哦，哎。这马就能下去了，马能下去了。对，那还能端着喝茶吗？嘿，对对对对，谁端那池子喝茶？我看他不说，他不说，我得说了、啊。这个我这怕您说吧，啊、怕俩人向着了、啊。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当然，他这个马呀，他这个，哎呀，这个马为什么能掉茶碗里头，他淹死呢？对，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注意，你注意啊！我注意啊！这马为什么能掉茶碗？他马怎么回事呢？哦、哎，您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您是不是缺钙？哎，我不缺钙，他告诉我注意呢、啊哦。不要紧的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哎、你想起来啊？提个人，提个人，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了。哎，这是天津人做事的风格，你提人吧，我就爱提人。太好了，我爱提人啊。这人呢，各位朋友都认识，您最熟悉。哪一位？于谦老师。嗨，那还用说吗？对吧？对，于老师是您的老搭档，对，也是他干妈呀。对对对，是吧？这个您这拿起来就说呀啊！我看他像个老妇女似的，不能这么形容人家啊。哦，哎，反正于谦老师啊，哎，最喜欢这些东西，是养个马呀，养个牛啊什么的，养点这个，于老师喜欢。他呢，从新西兰呢，在网上订了一个马。对吧？人家这京东啊给送来了，好家伙，那马屁也不给送了啊！送来之后呢，呵，逞能啊，显摆啊！刚不是说了吗？骑这个就上马路了，骑着这个郭德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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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有我这里头，上马路了，上马路上哪一琢磨上哪儿去呢？得奔远的地方，城市市区不让待，怎么办呢？上郊区，郊区啊，到郊区想起于谦来了，于谦在郊区有一个小动物园，天打雷劈宠物乐园，不是天经地滑，你天经地不滑，就到那乐园去了。到那儿之后一看于谦一看他，呵，高兴，六目相对的时候，怎么还六目相对啊？还有马呢吗？不是，我把他给忘了啊。六目相对，呵，于谦高兴，一眼就看上这个黑色的大白马了。于谦高兴啊，哎呦，你看我玩马玩这么些年了，我就没见过黑色的大白马，你看看，我心里高兴啊！你这马能不能租给我呀？租给我玩几天，我给改个别的颜色。嗨，他们家有油漆啊。人说那什么干妈，您要是喜欢的话呢？还是干妈呀？那个干谦儿，您要干谦儿，怎么叫啊？怎么叫啊？这不重要了，你说事儿吧。哦，他没叫，您就啊，骑着玩去吧。你看看，让于谦骑着玩去。于谦，那行，那我玩去了啊，我玩去。您别这么玩去啊！于谦一琢磨呀，也是，人家心爱之物说两句好话，人给我玩了，那不成？我拿点什么东西跟人家交换交换，交换心理平衡，那得了，这马让给我了，我这书房的东西你随便挑，随便挑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我决定挑您这书房。连锅端不成？这是我习惯。连锅端倒是不吃亏啊，挑一样。挑一样，他一眼就看上什么了呢？
于谦有一个蝈蝈啊，咱甭说蝈蝈，那蝈蝈葫芦，嗯，就蝈蝈的家呀，嗯，呵，太讲究了，那葫芦好极了。您给说说怎么好法？这个葫芦啊，它是有名，它叫知道吗？它是这个流沙河的这个葫芦，流沙河的。唐僧取经时没拿走是吧？还流沙河的啊，有名，沙河流的，沙河流，对，沙河流的葫芦。专门弄这个葫芦弄得特别好。你说这是吹糖人的那是啊，就是葫芦它也得有造型啊，好，面二出身啊，这个口呢牙口哦，里边那个胆呢，嗯，都是金丝儿煨出来的。好家伙，一般都用铜的，这金丝儿啊，有钱，是是是，讲究。再说这蝈蝈，嗯，蝈蝈这么大个，多大个？这么大，这么大个，哎，大蝈蝈，就是马鞭嫁接的。啊，大蝈蝈，你见这蝈蝈都什么色的？这湛青碧绿啊！哎，他这蝈蝈不见什么色？紫红色，跟这大褂一样。哟好，他这是胡萝卜抠的吧？对，活的啊，活的。那四个眼珠子瞪起来之后，呵，精神极了。四个眼珠子啊，叫起来，呱呱呱呱，叫满了音儿，整个叫满了音儿。嗯，他一看看上这个了，哎呦，我喜欢这个，拿走拿走。哎，人参果了，嗯，拿走，拿着玩，拿着玩去。哎呀呀，让他拿着玩去。嗯，他把这个就拿走了，把这马呢就换给于谦了。好，他拿这东西他嘚瑟呀，高兴。你像你回家不得了吗？是，他不去，找一茶馆，往那儿这么一坐，舀一壶热茶，拿出来他要显摆显摆。嗯，看咱这个蝈蝈，拿出来这外行，拿出来打开盖啊，您得亮一亮。嗯，他不去，打开盖一瞪黄，那蝈蝈，嗯，哟，好，出来个鸡啊，这是。什么情况？这是蝈蝈吗？这蝈蝈咱不会学啊，是吧？要打鸣了，这是啊。什么情况？蝈蝈惊了，嗯，蹭楞一下子，怎么样？蹦起来了。好，刚倒一碗热茶呀，这蝈蝈扎一猛子，噗，哟，掉里头了。哦哦，连烟带烫，那蝈蝈，蝈蝈死了。哦，嗯，蝈蝈一死，他一看，哎呦，我那黑色的大白马，嗯，掉茶碗里头淹死了。明白吗？他是拿马换的蝈蝈。对呀。哦，把人家这烫死了，那马不给他了呀。哦，拿这么一换算，对呀，就如同这马烫死了，回不来了。好家伙，明白了，您擦擦汗吧，您擦擦汗。哎呦，我还行倒是啊。哎呦，是你客气客气吧，不容易，是不容易。哎呦，您就是我的恩人。啊，您就是我恩人。那当然了，刚才这套说的不错呀。啊，说挺溜乎哈。是吧？嗯，不错不错。气死我了。确实是。那马跟那蝈蝈一换，对呀，蝈蝈一死，如同马我也落不着了。啊，当然了，没你嘛事儿啊。哎，辛苦您了吧？哎呦，您客气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好，今儿咱走吧，咱走吧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嗯，你这接孩子来了？干嘛？哎，嗯，多穿，多穿些日子。多穿多穿。穿什么时候？刚才说是十天不是吗？24号。嗯，十一天。十一，费这么大劲多穿一天，行，多穿一天十一天。十一天，就这么办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办了吧。那咱商量好了啊，36号给我送去。哟，遇上一傻子，那咱就好算账了。啊，36号行。啊，多少号？36号。多少号给？25号。2月36。二十五号。哎呀，这有谱没谱啊？你行了。嗯，穿的时候在意点啊。多在意？你看我脑袋还罩着罩着。是吧？嗯。你平时怎么还喝奶呀？是怎么？还行了。我得补钙。行了。再聊会儿。行，还聊啊？行，太续分了。行，您别给他胆了。嗯，那手比那还脏。那是。真不是玩意儿啊！真是。一换什么没落着，你可这么说倒是对啊。我说话就是爱抄劲儿，其实不是云山雾罩啊。蝈蝈没有了，马也没有了，对，得了，学嘛去吧。嗯，我还得找玩意儿啊。哦，我就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啊，愿意逛这个，我就瞎溜，溜了以后没什么意思，嗯，我也不会挑，干脆我就找几个小哥们儿散散心。哎。找几个哥们儿聊会儿，吃点东西哦，喝点酒。好，我就奔了一个烤鸭店。嗯，我最喜欢吃这个烤鸭子。嗯哼，奔烤鸭店喝点去吧。找了三五知己，上2楼。嗯，哎，这屋空气也不老好的。嗯，把窗户开开。哎，点菜吧。嗯，点，来个糖拌西红柿，来拍黄瓜，来点炒绿豆菜。炒点这个，好，这做了一桌子兔子。嗯，来点素菜，太素净了。主要是吃这个烤鸭。哦，咱要是精品不精品，我们几个人正议论呢。嗯，
从窗户外边飞进了一只烤鸭子，这烤鸭子还没脑袋，哟，得了，甭点了，撕这个吧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吃这个。你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！你这麻药劲儿没过去啊？没有，我今儿换药了啊！坐那儿吃饭，打外边飞进一只烤鸭子来，没还没脑袋，没脑袋，你这叫胡亲。二楼，几楼也不行啊！不，这事儿有人知道。谁知道？他。啊，他不是歇够了吗？哦，好。阿峰，嘿嘿，阿刚，又来题目了，又来题目了。有几个人在外边吃饭，他是这么回事啊、哦？因为什么呢？他是拿马呀换的那锅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马一烫死那演完了，那演完了，行了，那、啊、让马歇会儿吧啊。哦，有几个哥们儿啊去吃烤鸭子，吃烤鸭好，哎，坐到二楼，窗户开着，没等点菜，飞进来一只烤鸭子，还没脑袋。哦，您看看这个事儿，您这是瞎说呀？你看看。羊毛枕没挑啊，你看看别讲胡说八道，羊毛枕都被人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哪有这种事情发生啊？那个鸭子能从窗户外还穿不穿？哎，25号还穿不穿？能从窗户外边？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过来了？25号吗？二楼飞烤鸭子没脑袋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哦，这个事儿也是他说的？你没有？有有，好啊，太棒了，必须得有。好嘞啊。哟，您给讲讲吧，啊，非得讲一讲，多新鲜呢！他这个观众不爱听了，已经不能哦，不能。他这个主要就听这个、嗯，为什么他从窗户外边能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呢？为什么他这个烤鸭子呀？哎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他这个他活鸭子他也不好飞呀、啊。你问谁啊？是不是啊？他还非得是烤鸭子，嗯，活的就飞不了了，嗯嗯嗯。哪吃的饭？哪吃的？鸭子楼，鸭子楼，嗯，鸭子楼这个鸭子它特别好啊，嗯，是不是？明天你可以尝尝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它这个鸭子楼，它这个烤鸭子，它这么，它愣飞到二楼去啊？哎，这东西啊，它因为什么呢？嗯，这里有物理学，你初二可学过啊？哎，又开始欺负人了、啊。物理学，它这个鸭子烤的时候，它烤鸭子它有热气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、啊，哎，烤鸭子有热气儿啊！哎，实际上它不是飞，它是拿热气儿一吹，跟热气球一样，热气呜，那鸭子，哎，就上去了，身临其境，明白了吧？哦，这对呀，它底下有火，火上有气儿，对，所以说一下子呼噜呼噜就上去了，就飞了。那你看那包子铺那包子，卖馒头的，啊，蒸花卷的。银丝卷儿，一掀屉都飞起来了。你那包子、馒头不能飞呀、啊？那鸭子怎么就能飞呢？鸭子有翅膀啊。包子有翅膀吗？包子还有褶儿呢。哎呀，褶那褶儿不就拧着就上去了吗？那不行，您这有点童话故事了，啊、是不是、啊？鸭子有翅膀，它就是它这不就吹上去了？那也不像人话，也不像是它。别忙啊，它是这么，我再给你解释啊。啊，鸭子它这烤鸭子，它这个一般来说，它都是这鸭子，你说它也挺难受的，这是是是，是不是？你比鸭子还难受、啊、哎呀，这鸭子你说它这拔毛时候就够受罪的了、啊、对，给挂在那儿它愣烤 啊你这东西，哎呀，这鸭子这越烤你拔完毛之后本身是凉的呀，啊，你刷黑油漆呀、啊、哎呀，呵，这刷黑油不管跟大白马一个道理啊、嗯、把这羽绒服给我拔了，我这就冷啊，哎，恨不着有点热乎气儿才好了，嗯，嘿，一会儿来了啊，呵，底下烧上火了，高兴了，呵，我也终于暖和起来了啊，但是这个火有点过旺了啊、嗯、火有点过旺了，我可烧的有点难受啊，烧的实在难受了，我忍不了了，我怎么办呢、嗯、得了，我飞了就飞了吧。他是赌气飞的。你跟谁怄气呢？你啊，你让人拔过毛是怎么啊？你烤过呀？这鸭子他怎么飞的呢？不像人话，还不像话。你知道你说呀？我知道他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他鸭子楼的鸭子，他是他怎么的？对了，别地儿鸭子飞不了、哦、非得鸭子楼的鸭子能飞。凭什么呢？鸭子楼有外卖，有外卖，这我没猜着，您再说一个吧。没猜着，我给你解释啊。好的，鸭子外卖跟您平常订那个外卖不一样，这送外卖的呢，他弄这么长啊，一根小扁担，啊，头里有一钩，这钩呢挂那鸭子脖子上，挂在这儿，哦，他这么着撅着，给送去，拿袋一套就捂了，嗯，这么着送去，这小伙计呢，这么着送这鸭子，啊，送鸭子对面来一人呢，没留神踩着脚了，俩人因为这个打
打起来了。哦，哎，这小伙子山东人，背着这个，哎，你怎么一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你看你走道踩脚了。抬脚怎么了？我还打你呢！刘欢，你打我，我拿小扁担抽你！哼，注意这字眼了吗？我拿小扁担抽你，拿扁担这么你抽。哎，行，那看明白了啊！他可就忘了，这个扁担上还挂着个鸭子呢。嗯，这鸭子脖子多糟啊！嗯，鸭脖子挺细挺长的。是是，见过见过。拿钩勾着呢，这一甩怎么样？这脖子就断了。哦，那鸭子日。就飞出去了。哦，正好那窗户开着，鸭子从那窗户进去，吧唧，正好掉这桌子上。嗯，他们一看，哟呵，从窗户外边飞进一只烤鸭子来，啊，还没脑袋，咱吃吧，吃这个，那脑袋呀还在那钩上挂着呢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气死我了！多简单的道理，你说说。我头回听说这个故事啊！哎呀呵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嗯，作文拿过奖吧？嗯，拿过三等。不错不错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还跟我想说的一样。你想说你自个儿说多好呢？不不不，哎呦，真不错嘛！像话吗？从窗外飞烤鸭子，这飞一碗嘎巴菜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差一点我就嘎巴菜了。你太可怜，走吧，咱别这样。去，谢谢你，我给你鞠上一鞠。哦，放学了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可不嘛，多穿。刚才是25号，25号，嗯，穿一个月，还不行？穿一个月啊？315给我，315打假的日子，好不好？行，咱就这么办了，315给我，咱走吧，别走，别走，差不多了，不不，还有一个话题，还有话题呢，还有一个话题，哎呦，那您快点啊，哎，栾云平，哎，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嗯嗯。要是刮风把井刮到墙外边，别说了啊！我不想知道。他那是把墙刮进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没问题。这不重要啊。井刮墙外边啊。老太太八个指头戴石头戒指都不用告诉我。哎，没问题，没有。电线杆那儿接苹果，这那都不要。开水里养活鱼，都不要。这卖烟卷跟豆儿都。是是是，这咱都不说这。其实这可以说说。这，下回吃完这个脚丫子呢？哎。烤啊不，先吃的烤鸭子，嗯，再吃的脚丫子，我们吃脚丫子，吃完这烤鸭子呢，就各回各家了，我们就就地解散了。嗯，我就回到家里边，我就靠这被窝垛上，还是想我这马，想我这蝈蝈。原来我不行这草虫。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你靠那被窝垛上啊？你趁这么没钱，你这屋里边这装饰差点啊？我喜欢这个金被窝垛。金被窝，被窝垛，金被窝垛，我靠这被窝垛上。嗯，我原来不怎么喜欢这草虫啊，自从于老给我这蝈蝈以后，我对这草虫有点迷信了。哦，我就开始喜欢了，爱上了。对对对，我就想，我多得我也得买去，正想着呢。嗯，就听外边，嘟嘟嘟嘟，好来了，嘟嘟嘟嘟，哦，我一看什么动静 ？BB 机。不，好家伙，不是你把那金被窝卖了买个手机不好吗？我就这年又没有 BB 机了。嗯，我仔细就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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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蛐蛐，嗯，就是蟋蟀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这天儿，嗯，还没停暖气呢，啊，居然有蛐蛐，嚯，我得找去啊。哇，这蛐蛐有长寿基因呢。是是是，还活着呢。我出这院儿，嗯，我一听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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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在这院儿，在哪儿呢？在胡同口呢，好，我就出这胡同口啊！我听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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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胡同口呢，没在胡同口，在哪儿呢？在宝鸡道呢。我的天爷啊！我到这宝鸡道，我听嘟嘟嘟嘟，哎，这回有了，没在宝鸡道，那在哪儿呢？在唐山。好，还怎么走啊？在唐山，唐山，我这大车票奔唐山去吧。唐山有个地名叫小山，那是个老地方。我一听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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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真是在这儿。我就在那儿了。我当时一看。这么点儿一小砖头啊，压着这蛐蛐，哦，那没多大。我拿起这小砖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怎么了？这蛐蛐啊，我没见过。蛐蛐脑袋跟咱剧场这么大，好家伙啊，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一样。蛐蛐这身长多长？16节火车的长。好。蛐蛐这翅膀，这是可以了，四个背部这么大，可以了，他们还叫你就不用再叫了，这是不可能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不是
这事儿有人知道。谁知道啊？您问他去。哎，老高啊，哎，这就凉快多了啊。哎，打这儿听见有蛐蛐叫，由打宝鸡道一直吹到了唐山。胡说八道！小木头拉开了，看见他，哎呦，这脑袋跟大礼堂似的。不可能！哎呦，那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，吃饱撑的，身子就跟火车似的。没这么回事儿，这事儿他说的，我说的，你说的我也不知道。怎么着？马褂给他了，这儿呢。我不辛苦，我这就歇工呢，我这啊，嘟嘟嘟嘟，哎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这是连着四天，对，啊，德云社的相声专场。嗯，其实这个演出呢，我们是去年十月中下旬定下来的，没错，啊，是个系列演出。原来计划是春节后先唱三天京剧。哦，麒麟剧社前些日子不唱了吗？对，连台本戏包工，头本、二本、三本。三本包工唱完之后，我们是有一个古曲的系列演出，哦，就是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营业。嘿，包括这两三年我们招的这几十个孩子，连唱了再弹的正式对外，包括我们的老艺术家们，这个古曲演出之后，然后最后是四天相声蹲底。嗯，但是我们这古曲社的老演员、老太太、老先生们都七八十了，对，扬完了之后都喘不上气儿来。嗨。慢慢恢复，啊，所以说老太太们说再缓我们些日子吧。呵呵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合同也都签完了，嗯，所以呢就把中间古曲的演出我们就摘出来了，嗯，搁到五月份，哎，过些日子，啊，所以说您看前些日子我们在天津唱了三天京剧，然后这儿有几天相声，它是这么一个原因啊。这几天呢你就于老师不在，哎，拍戏，于老师是去年跟人签的合同啊，也没想到现在这环境啊很顺利了，嗯，是于老师那会儿我跟人签了俩戏，我说你去呗，是吧，是女演员还挺好看的啊，嗯，啊，就图这个，你天天跟我们在一块儿有什么意思，是吧，我说你快去快去，于老师说我看看时间，我争取四月底或者五月份的演出，我怎么跟组里打架，我就跑出来哈，啊，我说你不用，嗯，你就跟人请假，请假你就是来再回去呗，哎，啊，到时候再商量啊。这些日子呢，所以说昨天开始头一天，嗯，今天是第二天啊，明后还有两天，今儿是跟老高小栾一块合作，啊，哎，我们的荣幸，您带着我们。老高是我们这儿很有特点的演员，哎，有什么特点？你看昨天张云雷在这演，昨天站台上都演晕，嗯，他那个观众小孩们都是啊，跟那儿哦啊这么叫唤着高兴，比较热情。哎，你看你高老师的粉丝呢，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。嗯，还有实在来不 了，所以我们说话他就是，我不敢大声说话，我怕吵醒了高老师的粉丝。好，啊，我给人说睡了，他经常这样，嗯。这个就说明什么？就说明我们的演员就是麻不亮相，各有所长。哎，特点不一样，哎。您说爱听网红风格的，我们有，是对吧？你爱看好看的，我们也有。哎，你要爱听老艺术家范儿的，我们这儿也有。各式各样的风格，这四天查开了，哎，给您凑齐了，满足不同观众的不同口味，嗯，想得多周到，不一样。听相声也如此，有爱听闹腾的，对，这观众啊坐在那儿跟着一块儿较劲啊，哎，也跺脚跟着喊，啊，喊好，嗯，痛痛快快，一身的汗呢，呵，打这屋出去就跟洗完澡似的啊，哎呦，再受了风啊，也有爱听老高这样的，这跟听戏也是一样，嗯，听戏那观众就是有的。爱听那个高门大嗓拉着鼻儿跺着脚唱戏的热闹，有的呢就爱听那个哎韵味啊腔啊字儿啊，您不爱我爱这个上品，嗯，哪怕剧场就卖四张票，哎，这四个观众跟这演员他们也高兴，哎，都挺好，这就是口味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就是艺术这东西，什么叫好，什么叫不好，你觉得好就是好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，哎，没有标准。你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，我是这个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，嗯，哎，啊，哎。您这可是举例子，我说举例子了吗？您比如说嘛。哦，那完了，那这刨了，重来 啊。因为我这是我当年在清华的那会儿，我好。您这就没劲了，您这啊，对，你看，有同意的，同学来了 啊，就是你比如说就英语，啊，当然我最好的是化学，嗯啊，化学，我就喜欢。化学也行，这没问题，有人喜欢化学，不是，是有喜欢历史，有喜欢地理，我喜欢化学，他初三才开化学呢。
我们那会儿叫育红班，你知道吗？好家伙，我们小时候就是上学之前，学龄前有那个，就我们胡同那会儿有这个，天津市红桥区啊，我就小时候住红桥，对啊，汉桥啊、同义庄啊、西余庄啊、北竹林呐、啊，嗯，那是我的领地。那会儿我好，我小时候在那儿上学，我们小时候上学6岁半7岁上学 啊，都那样。那会儿因为刚7岁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会儿北大来找来了嘛，北大。嚯、北大找来，我父亲说不行，太小，太小，去了那就尿了什么也没人管，然后就没让我去，没让去呢。正好家门口有育红班嘛，哦，育红班有那个化学特长生，嘿，你瞧，这说就化学方面确实有点天赋。您喜欢这？您那会儿天也不怎么这么冷、哎、啊，一下雪就那么厚，还真是。哎，所以一到它雪化了，我们就上街就玩去，就喜欢化雪的时候、哎、啊。哦，化雪呀、啊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老高是我们这儿高学历，什么高学？原来是那个海鲜大学，不是有这学校吗？叫什么？我们那叫农学院，不爱提这学校啊。他真是，他正经天津这个大学生。对，哎，在这个农民院那会儿，农学院，农学院，哎，农学院学这个海鲜系什么？水产养殖专业，那不就海鲜系吗？啊、反正意思差不多，是不是、啊？淡水他也行，主要学淡水啊，那挺好啊。所以这个高淡呢，在我们这儿摘了。您别提我外号啊！不是淡风这个人，您不提，我就学水产的。哎，一晃也来了好些年了，十好几年喽。这是我师弟，对，这是我师弟啊。他的老恩师是我们相声前辈，樊振玉先生。哎，就住这门口，啊、这老前辈了。一晃，高峰在德云社来的年头可不短了，18年。他来时我还没来呢，好家伙，我是那创始人，合着他来时候，他那会儿说创死过人，创死过谁呀、啊？创死过人吗？没有啊。不是，您是创立德云社。哦，行，那您来了可年头不短了，18年嘛。那我分你点股份吧，好吗？嗯，你别看我没有股份，我给你编一点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那没有用啊，那玩意你看你这孩子、我一说有你就点头就行，点头，对，呵，都是股份。哎，太好了啊。嗯，高奋这个人呢，哎，又来了，高淡、啊、高股、啊、那个没股不是高奋。行，那高老师给大伙儿唱个太平歌词吧。我给您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您别鼓掌，您真爱听这玩意儿啊。人家是希望您给人唱点什么。我昨儿唱来着。哦，昨天跟张小辫儿我们这儿还唱了啊。来一个，来就来一个啊！对，你看看，来什么呀？来一个。我这说太平歌词，他要叫小番，你这玩意儿讲理不讲理？那是一回事吗？那个啊，因为这个上岁数啊，年纪也大了哦，不像年轻的时候嗓子这么冲了。您刚才哎，好的，好。这是嗓子不冲吗？这所以现在又是在台上，不是不想唱，身体盯不住啊！刚才不这样。行，那大姐让唱，我就唱两句嘛。啊，您给人唱唱什么来着？好，这个你看，这个这大概这5、6位，我让我很感动，就说明他们对相声是特别了解的。为什么呢？啊、他是行家啊、哦。那个工作人员给这几个弄出去。哎，好，你这样的观众不好糊弄。嗯，是是。刚才有人喊的骷髅炭是吧？对，那骷髅炭呢？唱不唱？多说两句不累，你知道吗？哎、就是太平歌词《骷髅炭》。嗯，没有这个名字。那这哪来的呢？骷髅炭是我编的这个名字。哦，您给起的。因为当年呢，这个唱太平歌词啊，反正也知道是哪段，啊，后台有时候瞎起一个小名字。你比如这骷髅炭啊，专攻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捣尘烟啊。对，其实后台说这就唱一个死要财、哦、他就说那骷髅站起来找人要钱嘛，讽刺那个人太爱钱了啊，他叫死爱财。嗯，因为他这个后台说还行，是是，你真搁在台上，你让主持人说他也不像个名字，也不好听。那我就给编了个名儿，编叫骷髅炭。嗯，后来我看他们出版物还都正经写上传统段子骷髅炭啊、哦，我应该找他们要钱去啊。对，嗯，唱几句您听听啊。哎，您来来，要是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在网上说郭老师看着老了。啊，岁数也大了，声音也没有原来冲、嗯、啊，人家说的对，所以说呢达不到您的要求，您各位多原谅啊，多客气。嗯，但是敲桌子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，谁敲都这么大声。庄公打马下山来，还行啊。哎呵，太行了。
遇见了。哎，好，您这深一脚浅一脚。遇见了骷髅岛，我在尘埃、嗯、庄子修一剑发了此影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一半儿红来一半儿白，红丸儿治的是男儿汉，不要粒儿治的是女裙钗，用金丹这个巧牙关关下了药，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。上岁数了，唱的不好。哎呦，您唱的太好了，声音也没有原来响亮啊。嗯，行，你们这么捧我们呢，挺高兴啊。您也不是客气。嗯嗯，这个那就把他们都叫上来一块玩会儿吧，好吗？哎呵，太好了，来吧。您进来。来，我们从头再介绍一下啊，打那边开始啊。这头一个啊，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啊。高峰高老板，嘿，就这么一指，我指一下我儿子啊，哎哎哦好，我的椅子干儿也是我徒弟李鹤东，也都我徒弟了，高九成，那个狗啊，张九南，我徒孙了啊，侯小楼，高小贝。徒弟郎鹤炎，张鹤伦，哎，这个是我干儿于老师的徒弟冯兆阳，嗯，这是我徒弟我们主任啊杨鹤通，旁边那大个是我们这儿的大辈儿啊，我师叔啊，但是台下我们俩把兄弟也是我兄弟啊，这哪说理去啊，这是少谢爷啊谢金。主持人少侯爷侯震啊都认识，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观众们想看看演员们的小才艺哈，让谁演一个呀，谁，张鹤伦啊，那行挨个来，轮过来，张鹤伦是我们这儿才艺咖，我成才艺咖综艺嘉宾啊，哎呦综艺咖，搞一个搞一个哦啊，好好，哎，好，这，哎，好，行，挂了吧，哎，听他们，对，好嘞，听他们喊张世龙，这、啊、我又改名了，哈哈哈哈，来吧，哎，这个不知道大伙儿看不看昨天的演出啊，特别的优秀，特别的精彩。昨天有个返场啊，这个九海啊唱了一个队长之歌，我这个网上抖音啊各种短视频啊都刷屏了。我今儿呢也是今天刷到这个视频，我就补两句唱，回应一下这个。小视频啊啊！昨天虽然你不在现场，对、啊，但是充满了我的声音。啊、我希望师傅把这个钱给我补上、啊。你是谁来着？贺伦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没蹲下，蹲你旁边。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啊！不能，我不能像那个孩子似的。那是那是。来，那个来两句啊。什么调来着？嗯，行，就算唱完了。啊，别，我对。我就是六队的队长，现在我很紧张，听说九海把我来唱，哨兵还要替我的当，师父就在身旁，他却歌颂队长，只能说他轻没有情商，
只能说他不要、要缓缓，要缓缓啊！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好吗？重来，再看。我你给我个机会，要不说你不长毛呢，跟狼和人一样。不许这么说，你说哪个秃子？聪明的脑袋不长毛。不许这样啊！啊啊！你要再唱一遍哈、啊，再唱一遍，他们会原谅我的。啊、哦，你的时间到了，再唱一遍好不好？来，给个机会啊！我就是六队的队长，现在我很紧张。听出来了。听说就害怕我来唱，哨兵还要替我的当。这就踢两回了啊！师傅站在身旁，他却歌颂队长，只说他没有情商。你夸我呢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师傅最在乎的只有于大娘。你胡说呢啊！狼和岩，来。啊，好好爱看你跳舞，你的舞迷都来了。那个小他来那个 IMGK 特别好玩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真来这个师傅。那边有点刺激，话筒没事。喂，啊，那个其实不是主要听声音啊，是看身段啊。My name's Chick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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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cky. My name's Cha Cha, Clam, Clam, Cha Cha Cha. Chicky, Chicky, Boom Boom. Chicky, Chicky, Boom Boom. Chicky, Chicky, Boom Boom. Clam, Clam, Cha Cha Cha. 你看，我还来不了。高小贝来。高小贝这个他没有办法，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他爷爷我们都是朋友，是爷爷啊，所以说那会儿来的时候他爷爷带来的，就跟着小，你想那也没法收他徒弟，就只能往下收，就是让栾云平他们收他。小的时候就特别可爱，那会儿也没觉得怎么着，这后来突然间一下，你现在得有个一米四五吧，差不多啊，一米四六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什么呀？那我也唱两句吧。好，啊、行吧，我唱一个李荣浩写给我的歌。龙字儿的，龙字刻的。荣啊，李荣浩写给的。baby， 谢谢。这哎，还真客气，你看吧啊，来侯小楼来啊。侯小楼跟高小贝两人一场，这个刚才在后台我还感慨了，又高又胖啊。小的时候也是特别可爱，我对他印象最深就是小的时候老捧了一个巨大的水杯在后台，啊，就出溜出溜出门进去，那一会儿就灌回水。那会儿老逗他，德云社那锅炉有一半他喝的啊。今年多大了？26，你都26了。哎呦啊，来吧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什么呀？我直接来吧。好，抖音上看的。哦呦呵，还真说实话。喂，恰恰我先从四面八方来。您要理解一下啊，因为一个团体要400多说相声的，这玩意儿不好管啊。行，挺好，就算演得不错了，就演不错了啊。谁？啊，有喊李鹤东的，哎，来，少爷，快来。李鹤东是我们这好孩子啊，又是我徒弟又是我儿子啊，给他们演一什么呀孩子？我这个演得不错，演得不错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快回来再翻个头。翻个头我不是表演一个，我主要是爹，我跟您说实话，哎，我这个唱也唱不过人家啊，跳舞我也跳不过他。这兜里这卡簧也生锈了，我就实在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合适的节目。真的，那你点一个，你说让谁来？让谢金来一个。赵谢是吧？怎么样？大辈儿快来，来，老谢回来啊！这个人家家四辈都说相声的了啊，他父亲是我们相声前辈谢天顺先生，所以从人家里来说，人家辈儿太大了啊！你想，他比我还大一辈儿啊，他是我的师叔啊，师叔，师叔是啊，师叔啊，我很尊重他，我一次也没喊过，因为台下我们俩是把兄弟，我是他大哥啊，这个。
所以说就是江湖乱道吧，一说一乐的事儿，我们私交非常的好啊。一般这个场合都小孩们折腾，这大辈儿他稳重啊。哎，来俩孩子拿轮椅推上来才行。您给大伙儿演一什么呀？那我唱一个这个谭派的京剧版的《学猫叫》。哎呦，好家伙，快来吧！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，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。你脸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我叫喵喵喵，你说了爱我我喵喵喵，我们一牙起学猫叫。啊，这老骚猫哈。哎，来小杨来、哎、来，这个是于谦老师的徒弟，是我的干儿子冯兆阳啊。来，少爷，给他们来一个学猫叫是怎么着？我别猫叫了啊！我这样，我找一人，我们俩人合伙。那好啊，这个谁？九南，九南一会儿让他单出头。我是跟高九成，我们俩。那是我搭档。你拉倒吧！我跟你搭档今年演的比你跟你搭档都多。来，你在这边，你来啊。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嗯，咱俩来一什么？来一个，就咱们俩最经典的那个。嗨，就《铡美案》啊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了啊。说一声，驸马爷金钱看端详，赏写着秦香莲他三尺二岁，他状告当头，驸马郎他七军王那苗黄当儿悔婚男儿赵东闯那杀妻灭子两个心。庙堂将壮志压制在了一地大堂上。下回演这个自个儿带话筒来啊。啊，大通，我们不准备演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没有搭档。大通自己不唱两句吗？来唱一个，来来唱一三十八度六吧。好家伙，牛毛的变绿洲，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想触见你眼眸，时间停止倒流。这玩意儿没有伴奏是不好听。在三十八度六，拜拜。那个狗过来一下，是吧？你都认识他哈？他叫张。张九狗，张九南，张九南，都行。哎，听您的，我好像好久没有看见你了啊！哎，是，为什么没有参加演出啊？哎，行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好，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。谢谢师傅今天给我机会，谢谢师傅。这个站在舞台上高兴吧？开心是吧？是吧？啊，你好像休息了一段时间啊？啊，八个多月啊。八个月啊，八个多月，有八个月吗？有，师傅，二百六十多天的，二百六十一天的啊。从几月开始的？四月份，是吗？啊，行，挺好，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啊，好几百人了，不能一块儿歇，就得倒着班的休息。大家都很忙，你看，这都就是他那集中的替大伙儿休息了八个月。不管之前怎样啊，这八个月想必在家里边休息的也够了啊，是不是重新上台好开心？开心开心是吧？行，那这样的话，这八个月我就没白挺你，谢谢，挺好啊。哎，那个给大伙演点什么吧？哎，唱一唱。哎呀，嘿，好腿！不是我跟您在有的时候歇的时间太长了，是影响。没有，跟您在一块紧张是吧？我唱一个那个情人节唱一个王心凌的《爱你》啊。啊，行。情人节祝师傅身体健康。啊，我不重要，你别惹祸就行。行了啊，你不用考虑我，你好好的吧。爱就是让我常烦着你 ，So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飞一点，你的表现多看。爱你。栾云平，通知演出部，让他再歇八个月啊。唱的这什么玩意儿，我都没听明白。回来，来来来。
再来一个，我唱的不好听是吧？还有多不好听啊？来，随便唱两句。嗯，你刚才就够随便的了。唱一个红玫瑰啊，这都是什么？啊，火腿肠啊！我不会唱歌，我随便唱。红玫瑰在天津就是肠子，还得带点饼。这情歌，师傅，情歌，情歌啊，情啊，那是有钱都烤串去了啊！哎，行，快点，我就唱一个，祝您身体健康吧。你闭嘴，你快上吧。你不用管我，我好着，您别惹祸。哎，好嘞，我。红玫瑰怎么唱来着，哥？啊，红玫瑰，你看来多少，一根还是半根？我想想啊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每片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我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落空。行，就算唱了，不错吧啊，谢师傅。哎，不客气啊，还要看谁的表演？侯爷，侯老师，您的粉丝来了。啊。啊。主持人没有才艺，要是我一表演，你们就该后悔了，知道吗？还不如不让演呢。对呀，人说了，就是不是？反正没出正月，先给大家拜年。我一表演才艺呢，就是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你是受了吗？那是的。所以我先回去。行，就算演完了啊。好嘞，来，都往前站吧，都往前站吧。最难惹就是相声世家，我告诉你们啊。来，往前站啊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。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杏花营啊，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听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，哎呀，愿各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